三，接着。整补区可提供战机整补作业。区间436英尺，宽148英尺，标靶西面台湾海峡。50尺，飞行员带杆，战机出兵。50尺，飞行员带杆，战机出兵。靠外对于外形检查也是相当重要。现在战机接近着陆区，战机出兵。飞机持续减低空速，主轮出击。预警机保。拍检到检体之后，我们会传送到 PCR 检测站。眼前这台就是 PCR 检测仪。依据需求扫描、手动及自动目标指示和单目标追踪等功能。各位长官，26B 具有优异的气动力外形与强大的武器虚挂能力，配备先进的空调。万箭飞弹为特技，可侦破近2000个目标，并可同时指挥40架载空机同时执行拦截接战任务。各位长官来宾，上发，请上升姿态，战机升空，稍后准备升空，战机升空，稍后起飞的幻象。带杆，战机升空。稍后起飞的 E2K 预警机。带杆，建立上升姿态，战机升空。飞行员收上。我们停在这里哦，5、6、7。